等埋收先好啦。哎，早上来的我。哦，你叫啥吗？我做菜刀会啊。哎呀，我等下跟你解释一道。哎，好，哎呀，那新店的有无？哎，今仔几人都去哇？我上那边啦。哦，系啊。啊，你回回去谈啥啥烧酒啊？你哎呀。大姐兄啊，姐兄弟弟，啊，这位小姐身材不错，哦，你要来看人的身材而已。各位，我们在台中、彰化、斗六都有，每个礼拜三四五六日，目前三四五六日都有场。然后你们如果要看我们行程的，可以到 YouTube 或脸书搜寻"吃乎肥肥，装乎锤锤"。好，搜寻吃乎肥肥，装乎锤锤。每一部大叔跟兄弟的影片下面都有我们的说明栏，都有我们的叫卖行程在说明栏里面，标题旁边一个倒三角按下去就有了。哦，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都有，在花坛、二水、大肚、大甲、太平，分成两个大的啦，坛子，还有。斗六西市场都有场哦，啊，有兴趣有离你们家比较近的，再找时间过来购买你们想要买的东西哦，价格都还蛮优惠的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哇，那这大哥来扫会丢，来扫作品呢。夫妻买多少啊？蟹肉贝贝要留一份，哎，欸，他不是你拿走了啊？贝贝拿走了啊？盘子礼拜坛子哦，坛子礼拜五在坛子市场，坛新路二段446号，坛新路二段。这样你们可以顺便扫视一下肩膀，肩膀。有吗？还是你？你看能把钱给我交好，我拿。他应该，你们今天买多少？没有算，我就知道，有人在问了，没有算了，基本上买多的不太可能去计算。哦，各位，那有离你们比较近的厂再过来支持一下哈，哦，不管是兄弟还是大叔的，他们两个是师徒关系，师徒关系。正面不要啦，太害羞了，不要都叫我做这种害羞的事好不好？对啊，人家老公在旁边，阿里给我一堆感谢。你来，我来。哎，无，我无来，但系要等伊呾，所以等伊，去伊度到啦。对，星期五再谈。谢谢。来了。哦，谢谢。我吃好吧吗？好，今天又瘦了2公斤，赚了20000块。大哥，你好吧？哥就过来，哥到新人。好吧呐，哎，且慢观，等下等谁？我很拿到小了，你好吗？你太冷，你也太热啊！人家人生初期，我也是考班的哦。俏北北真的哦，哎，欸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美女。俏北北，你如果之后有要留货，都可以跟我讲。我们在潭子、太平、大肚、大甲都有哦，这几个都是在台中的哦，因为我说你住台中。然后五六日都是在中部，五六日都是在中部。你在看哪一天呢？比较那个，你要留货，你再跟我讲。啊 ，YouTube 也有啦，你可以到 YouTube 的直播留，因为抖音我们都会换来换去直播。OK， 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那我们礼拜二见，礼拜三见。OK， 拜拜。喜欢吃海鲜，吃到皮肤那么白就对了。OK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喽，拜拜喽。我不怕白，我有灯泡看。哦，套餐还怕白？我讲这个时阵，大家买是该怕白啊。搞妖啊！他们在路边比亏了安尼，打比跑回。